生发液。嗯，我现在手上这个啊，在现在韩国超红，哦，爆红。它是可以拯救你已经萎缩的毛囊再次生长，而且这个牌子已经红了20年了。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非常贴心，它是滚珠啊，对，它是滚珠，好方便哦。Anytime， 好冰，每个时候用吗？还是洗完头用？洗完最好你洗完头，就是干净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头皮不干净的时候使用。